大傻，走，我带你去月球玩。我怎么感觉你不安好心的？我可不想去月球啊！找了一下网住啊，哇，怎么撞到了顶上啊？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超力侠，今天呢我们要让大傻来试一试火箭喷射器的厉害。村民，你们两个稳住！哎，村民怎么掉下去了？哎，对不住了，村民，你们可能要撞我了。现在在高空上啊，史蒂夫，你怎么站在角落？你怎么趴呢？哎，史蒂夫，你别出去啊！别出去啊！跟我没关系了，你自己出去的。哇，史蒂夫，哎呀，完了，这个史蒂夫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！我刚才已经掉了。大傻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对苦力帕进行一个集中营测试。啊，对苦力帕吗？苦力帕，你们一路走好吗？好的，其实我们的目标呢，最终还是想把史蒂夫啊送到月球上去啊，带他去看月球。只可惜呢啊，每一次都是有东西阻拦呐、啊，这一次我们同样的还是没能飞天成功。你说的好听啊，想带我的史蒂夫呢到月球上去，实际上呢你就是想看我如何毁灭了。哎，超人侠你又来，那就再快一点顶上去吧。大傻，因为这个场地呢有顶啊阻拦你升天了，所以接下来呢我准备带你到一个空旷的场地啊，带上我们的村民直接升天了，这一家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我安装了十个火箭喷射筒啊，走你！往上走，怎么突然没动力了？这不关我的事啊，我不是故意的啊，没动力了，又要掉下来了。我只能说你就是故意的，超人侠，不玩了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的游戏解说呢就到此结束啊。我是超人侠，喜欢我的解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